called an adjustment first.人们的贪婪，人们的懦弱，人们的勇敢，人们的勇气，夹杂着我们人类世界几千年来的发展。今天为什么我要有这么长的铺垫呢？我是想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一种完整的历史的概念，然后再来理解老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。今天根据来自于新加坡的亲共媒体，这家媒体叫名字忘了，好像是，我看一下，老马这个记忆力现在是自于新加坡的亲共媒体，这家媒体叫名字忘了。
也好很多了，也 much better because they have no problem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现在鼻子好很多了，18分。Thank you. Bye bye.